只有巴掌这么大的榴莲啊，一颗34.8块，我花了200块钱买了6颗，咱们看一下到底能够开到多少肉。最近在网上呢，我发现了一款榴莲盲盒，它这个盲盒呢跟传统的不太一样啊，不是说花最少的金额开什么猫山王啊，什么黑刺榴莲那些，说白了呢就只是说用比较少的钱去开更多的肉。这里面呢一个单果最低的价格呢是34.8块，但这个呢老板是不保的，如果你开到2房肉、3房肉、4房肉乃至5房肉，这个都是你自己的运气问题。所以今天呢我花了200块钱买了6个榴莲盲盒，也就是网上以前俗称的那种巴掌榴莲。咱们今天就看一下这200块钱咱们到底能够开出多少的榴莲肉啊？大还是挺大的，闻着很浓的榴莲香，兄弟们。这里面怎么那么小啊？来，你们没看错啊，这一个就要34.8块。别说啊，这真的不是很大，但是它里面能开到多少肉，这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运气。一个说是有1斤到1.2斤，这有1斤半了都。在开之前呢，各位可以先猜一波啊，觉得咱们今天会亏的扣个一，觉得不会亏的扣个二啊。这个我猜可能是有2房肉就不错啊。哇！看这里，这房肉好大，兄弟们，2房，一房大的，一房小的，但是感觉这个肉它是没有完全熟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像是死包的样子啊，兄弟们，哇，这里还有一块肉，我的天哪，兄弟们真深呐，这块肉是熟了啊，两边都凹进去了，你看，这已经是完完全全榨干了啊，这里还有一块小的，哎，这个小榴莲糖也是不错的啊，这里还有一小半，啊，这个没有。哎，这里还藏了一点点，哎，看到没？这真有一块啊，在这里面，虽然不大啊，一个开出了这么多肉，这个榴莲我感觉应该是血赚，而且是来报恩的。主要是它连这种地方它都有肉，而且也很深，看到没？完全是把这个榴莲给榨干了啊！来继续啊，咱们还有剩下的5个啊。哇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圆啊，这个是851克，也是1斤半啊。这个不是很大。看这果肉没有刚才那个好啊，明显感觉得到啊，很小一块，你看中间这里还应该有一块，哎，果然啊，你看，哦吼，这块大啊，兄弟们，这两块中间应该还有一块，哦，真的有啊，这个还可以啊，比较深，看一下，这是第二块开出来的肉啊，肉虽然多，但是它比较小啊，不像第一块开出来的啊，第一块开出来整体是很大的，不过第二块开的这个颜色是更深一点，更好看一些，同样是闻的都很香的，等我尝的话，我们就最后再尝啊，我们先把它全部开开。这有一个发霉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发霉了啊，这个大其实挺大的，你看明显能感觉到是来报恩的，兄弟们，但是发霉了很可惜啊，应该来说是会处理售后的啊，那这个就放一边吧，来下一个啊，这个大呀，这个称完2斤呢、啊、2斤重的，最少你得出5房肉吧，兄弟，哎，不太行啊，这好像跟第二个差不多，肉是完全熟透了，但是很小啊，哦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我的天，兄弟们，这么大一个果子打开之后啊，这个是榴莲还没长出来啊，哦，这个，哦，只有最后一房了，这个确实不太行啊，第三个啊全部开完，总体来说其实还行，因为我们毕竟是那个价格买的，只能说抱有的希望太大了啊，所以开出来的失望就很大，下一个啊，兄弟们，标准4房肉啊，这看都不用看，915克，重量还可以，这个估计再等个1天2天，它这个也可能会没掉啊，哎，还不是4房啊，一房住着2户人家，这里一户啊，这里一户，这里，哎，这个是小的，哎，这里最后一个，这个是最大的一个，看一个果子有这么大啊，这个开起来是很顺畅的，总共是这么多肉，来最后一个了啊，我感觉好像除了第一个给我惊喜以外，其他的就差点意思啊，好像又来了个畸形的，兄弟们，这个也是完完全全爆开了啊，造型也是那种歪瓜裂枣，跟第一个差不多，哦，这个最重1157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啊，首先第一块啊，哇、哦，报恩榴莲，兄弟们，就是这种畸形的榴莲真大呀！你看，你看它也是这种长条畸形的，跟我们刚刚开的第一个差不多。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小的，你看，真有啊，这里啊，我去，报恩榴莲，兄弟们，报恩呐、啊！这里应该还有一房。哇、哦，这个也大，你看最后一个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么多肉，这个是最多的一个啊。那最后这一个呢，是已经发霉了啊，但是这个是很大的啊，商家已经把钱给我退过来了，咱们就顺便把它给开开来，看看我们能开到什么样的肉啊。这个是看着超级大，兄弟们，确实是霉到里面了啊，这个是完全是熟透了。肉的话，你看这里有一条，这里还有一个啊，这里面还有一个。这肉是真的大啊，也是来报恩的，但是没报完啊，在路上就已经寄了，你看看这没的最严重啊，我的天，兄弟们，就这一块啊是完全没掉的，
哇，这块还有最大的一块，你看这块也没掉了。如果不没的话，这一定是个好榴莲啊。这个没掉的呢，总共开了这么多肉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刚刚好五个。只是说它没掉了，很可惜啊，这个等会儿只能丢掉啊，就最好别吃了。其他的话呢，都是好的，没什么问题。来，总共200块钱咱们买的榴莲盲盒，开到的肉全部都在这了，我感觉真的是超级之多啊。每一个果开出来的呢，其实都还是挺多的啊。最多的呢，就是咱们第五个开到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不过有点熟过头了啊，这个得赶紧吃。像很小的肉呢，只有两个啊，第二个开出来的，还有第四个开出来的，其他的话整体都还是挺不错的。你像这个肉多饱满，兄弟们。那接下来就到试吃时间了啊，肉开的再多，它要味道好才行，对吧？尝尝啊。哇，巨甜，这第五个开出来的很甜啊。里面的籽不大啊，我尝尝第一个吧。第一个就有点像死包的样子啊，确实有点死包的感觉，有点脆，你知道吧？不过它里面的籽也不大啊，很小一个。我挨个盘子都尝一下，这个是最完整的一块肉，兄弟们。这籽就这么小，兄弟们看了这条视频啊，如果有想吃榴莲的朋友们，新鲜榴莲买这个冲它就对了。它虽然说的是1斤到1.2斤的，但是我们买到的每一个基本上都是1.5斤以上，甚至还有两个呢已经是到了2斤重。就这样换算下来，200块钱买这几个榴莲，对比200块钱买一颗榴莲，我觉得真的是数量多还是确实数量多，整体体验确实是蛮不错的，既有自己开的那种刺激感，如果开的好的榴莲呢，还有那种贼爽的那种快感。别说了啊，我不是卖榴莲的，我只是给大家测试啊，希望各位能够帮忙点赞支持一波，感谢。